现在是早上9点，然后我去接我的第一个小伙伴，出发去昆明。出发，我可以和相机打一个叉。今天要是这个人没有带箱子，带了衣服，但是带了一个很大的包，一套衣服，一套衣服。然后让我现在来猜一下，就是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不会有人带箱子？就猜一下，田书君会。对啊，都会带，真的应该都会带。我觉得田书君不会带。我田书君应该是先收了一个小箱子，然后收着收着他就懒得再转移了。我觉得他是看着他的小箱子小小懒得收进去，都塞进了包里。这样的。然后云云我觉得肯定会带，因为他要叠衣服。等一下，所以现在我们到了高铁站。猜测他们有没有拿箱子，然后猜测他们那个从哪边上来的。你猜？我猜那边。我也觉得那边，但是跟你反一个。就是为了娱乐效果是吗？我猜这边。太好了，一会儿我们拭目以待。去找他们了，因为他们眼神不好，非常的滑稽。然后让我们来猜一下，田书君会不会躲避镜头？你好，请给我的 vlog 打一个招呼。Hello。哦，对，怎么？我们来采访一下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开心。什么？这位戴红色口罩的学生。我发现你缺一块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。哪里？这里。我懒得穿。还好。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想睡觉。你几点睡的吧？昨天呢，我2点半给你睡着，3点半。啊，那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这些人。12点半就躺在床上睡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发现我死活睡不着，然后起来玩会手机，就是刚才在网上的激情兑现。激情兑现，兑现什么？打游戏。打游戏。这他真的好早，他9点钟就跟我说他们已经出发了。采访一下你的心情如何？没有什么，就是躲嘛。他们都带了箱子。但我们俩都躲。哦，你还那个也躲了。就是他们从哪个口，他们从哪边上，你们从哪边上？我们上到地铁，安全，不是地铁，高铁，然后后面那两个，你要吓死你，快点，你去帮你，帮你什么？真的很神奇，看一下表情，很神奇，看到没有？这次同时失去了小桌板。不重要，但是这样好玩。如果是抽到一个核桃的人，还是抽到一个别的坚果？请你猜一下。我猜他会抽到空气。我猜他会抽到核桃。肯定不会，我会感觉到他把它放下。不行，我录着呢，你不要。哎，我感觉到了这个不是。不要挑，这是空气的，你又对我说这些。不要摸，你先摸。那啥。然后天气很好，很晴朗，然后很晒，然后酒店的人还不准备来接我们，然后不要说那么多然后。打开了，哇哦，哇塞，这个是让我们来，哦，我可以讲一个 Grand Tour。 念下你家耶，请问你来，哎，这里可以有一个帅哥，不是有个人，不是帅哥人在照镜子，请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入住的感受。还好吧。还是大明星。我趴下。然后他刚还有他妈。派助理。助理打个招呼。不想讲话。最后我来拍你。然后还有一个狗仔。这个故事就是明星他妈本来准备带他去湿地公园，就是好不容易回老家来度一个假，狗仔跟上了车，然后还不下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。完了，不许把你的拍照，这个好搞笑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捞鱼河湿地公园，那里有两个在努力划船的同志，他们卡住了那里。大家好，我们要走了。Hello， 拜拜。Hello。Hi， 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拍照片。在走路。我们在走路，我们要走到哪里去？你相机那么拿稳，不要拿我相机照你刘海了。你这意思，我就看到他一直在那里。没有你了是吗？直接化成主角。我用你来用。大橘子。戴个帽子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。好晒阳看不清。花海。花海，然后刚才坐完船。点然后天。花海。还有花海是什么歌吗？舒文俊伴唱。舒文俊来开始。耶，我们看到了。往这边。
全部都是海鸥。我好讨厌天数就那个口子，但是我也在中国。Baby, think my, I want you to be my best friend. 我们到了昆明的劳沙巷官渡古镇，我正在买 buff。我们要了一个什么呀？你要点什么？一个玫瑰花红吗？一个豆沙？对。但你得还是得把它掰开。不行，有点烫。怎么办？有点烫，不能冷，说不定冲可以。还铁手，声音有点烫。好吃吗？一般。拿一个谁再放？有人觉得好吃吗？芝麻的，我觉得还行。你觉得呢？吃个，我还没吃。怎么样？一般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一家叫苏主播，我们这家店叫什么？刘焕，非遗传统小吃。请问你最喜欢桌上的哪道菜？我觉得它和这个差不多。你觉得价值多少钱这一份菜？但你实际费用多少？哦 ，no， 非常不划算的，就是，但是味道还不错。为什么不买暴富呢？被说服了，然后我赚大钱。有点吗？这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优人写的音乐的牌子。你写什么吗？写的两在中国的服上面写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在这？喊上帝了，上帝了，他要移交，他是你要交中介，你要就跟他转。还有这个叫啥辣椒拌芒条，辣椒拌芒，这个是拌水果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黑暗料理。哦，苏文俊要试的，我们以此视频为证，苏文俊一定要试一口。不过他刚才没有录下来。苏文俊鄙视云南料理，对云南人民做出大不忠行为。就如果他最后不吃，就是大不敬，就大家请天。那个对，一车一车的花就是玫瑰，都是从我们要去的鲜花市场，不对，花卉市场买的。全部都是花，买一束送给母亲，买一束送给爱人，买一束送给孩子。我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哎，真的，那后面我们来的时间其实刚好，就是你不觉得都现在刚好服装摆出来很热闹的时候？哦，而且好像是，这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。然后我过去了，这些都是鲜花，现在在去找对应的玫瑰的路上，然后这里人非常的多。
两个颜色太艳了吗？对，有点太幼稚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找山茶玫瑰和浅粉色的玫瑰。对，我们马上要描述它，请您介绍一下。啊，是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家很。请你把那个瓶子展示在这里。现在是10:40，然后我们本来不打算包花的，但是我没有打算去包了。然后呢，关键是发现了猫少了两个人，他们干嘛去了呢？去了。这是你如何失去朋友的第一步，就是你要去包花。他努力谈判，但是没有结果，但是他努力了，不是。What do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? 这天气 fantastic， 空气里透着幸福气息。